这球打到了右半边，我也铁支啊！皮球，三垒上跑者回来得分，一垒上跑者上三垒，打者也上二垒。这时候真的能跑，就算有60%的成功几率也不用勉强，因为分数实在拉开，不用做任何冒险的这种冲垒的一个动作，也比较不会受伤。对呀、啊，顺顺那爬的话，这支安打带有一分打点，比数现在来到了12-0。今天呢，黄世豪也是铁支，哦，周思齐也是铁支。兄弟相对这两胜，这个第8局啊。